Welcome to ITU Telecom World 2019 in Budapest, Hungary, where I'm very pleased to be joined in the studio today by Mr. Hua Young, who is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TDIA. Mr. Young, welcome to the studio. Thank you. Now, I'd like to talk to you a little bit about the event theme, Innovating Together, Connectivity That Matters. Why is connectivity important? And in your opinion, what is meaningful connectivity? 这个连接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本次ITU大会的主题也是连接。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它要想要发展, 它必须要有信息的传递来提高这个效率。 那么连接是传递信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那么尤其是我们随着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发展，社会逐渐的从工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那么进入到信息社会，那么到今天我们再向数字社会这个转型。那数字社会转型很重要的就是要把社会方方面面的相关的信息要连接起来，要能够传递。那么所以ITU 这个主题连接就在这个时候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讲5G也好，或者讲未来的6G也好，那么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加强连接和传递信息的能力。那么连接和传递信息，它能够把诸多的这个新的技术和行业把它连接起来，来推动行业和整个社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来进一步提高 全社会的效益，并且提升全社会的福祉，所以连接非常重要。 And what single innovation in technology, policy or strategy do you think has the greatest potential to dr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what is the role of TDIA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ow does TDIA collaborate? 这个技术、这个政策和战略 作为对于连接的推动和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方面你要有可行的技术来实现这个连接，同时当一种新的技术出现以后，那么如何在社会和行业中快速的得到应用发展，你必须要有相应的政策来个规范它，来支持它，来行使给它创造一个良性的循环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条件。那么第三个，你要有战略或者说有策略 使得一步一步来实现这个快速的这个发展。那么TDIA这么多年呢, 都在积极配合行业的发展和整个市场乃至国家的这个政策的这个需要来做相关的工作。一方面我们在技术上组织企业和科研机构来共同研究和探讨这个新的技术可有效提升整个社会效率和这个能力的这样的技术。 同时在这个技术的探索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这个相关的市场的监管的政策会不适合，那么我们会积极的去建议政府去推动出台新的适合新一代技术发展的相关的政策的发展。那么同时我们会配合行业界来制定长远发展的这个规划，来制定战略，来一步一步来实现这样的一些目标。 那么在今天的5G发展的过程中，大家都知道，对5G都充满了很多的期待。那么它会在智能社会、智能交通、智能医疗等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但是怎么样去实现它？那么怎么样使得一个技术从一个试点逐渐变成全社会的应用？那么这就需要有人去制定相应的计划，并且去推动相应的示范应用，并且在此基础上 来推动规模商用。那么我们TDIA那么在中国配合了各地的城市做了相关的工作。那么比如说我们和北京市政府来配合，首先我们制定了5G在北京发展的长远的规划。那么在这个里边制定了1551的这个工程，以这样的一些典型的应用来推动这个发展。那么第二个，我们配合北京政府和行业，那么做了像人工智能 5G加人工智能、5G加智慧交通、加智慧医疗、加智慧城市等这样的一些典型的技术场景的这样的示范应用，并且配合北京近期的这个发展，
在这个副中心的建设，在这个冬奥会的准备等等这些方面来建立相关的示范应用，通过这些示范应用来验证它技术的进一步的可行性，并且形成具备大规模商用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在技术的探索、政策的这个配合上，乃至整体的发展规划上，都在积极配合行业和政府来做相关的工作，来使得技术、政策和战略能够紧密地衔接起来，推动 5G 的发展。And finally, what is the value for you of events such as ITU Telecom World 2019? 对我来说，这个参加 ITU 的这个大会呢，我觉得是有很多收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 ，ITU 是联合国下属的一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么，尤其是移动通讯，移动通讯它是一个要全球漫游的，因此它的标准、共同的标准、共同的频谱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本次的这个会上呢，我们也和 ITU 一起合作办了这个技术和频谱的研讨会。那么会上这个赵秘书长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肯定和鼓励。那么我们跟这个 ITU 也是第九次来合作来举办技术和频谱的论坛。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和频谱论坛的举办，以及参加 ITU 这一次这个会展的相关的一些会议，我们和全球各个国家的规管组织和这个行业组织交换了不同的彼此的看法，那么统一了一些大家的共识。比如说在 5G 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觉得频谱还仍然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大家共同去发掘更多的频谱用来支持 5G 的发展。那同时呢，在频谱上，公用网的这个频谱和未来行业应用的频谱，哪些地方是可以公用的，哪些是可能需要特殊保障的，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共同去研究的。那么在 5G 未来面向行业的这个应用推广上面，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的去跟行业的合作等等，在这些相关问题上我们都跟与会者各方面达成了共识。所以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探讨了相关的问题，形成了共识，这样的话就有助于我们下一步推动 5G 在这个大公共市场包括这个行业市场的快速的发展。所以每一次参加 ITU 的会，我觉得都能够跟各国行业的规管部门和一些这个同仁能够就相关的一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来进行探讨，并且共同来研究下一步应该推进的一些有效的计划和方法。所以我们收获还是非常大的，也非常感谢这么多年来 ITU 对我们 TDIA 的工作的支持。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with us in the studio, and we look forward to catching up with you again at some stage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谢谢。